我对他新的视频边听这条新闻，院友没有报告到，近日佛罗里达州一下雪道惊现一条万物河，这次发现让拥有的都市传说成为现实。据悉，佛罗里达州的奥维耶多市政工作人员正面临迅速性凹陷的情况，先是下水道检查时发现了令人瞠目的景象，下水道中藏着一条约1.5米长的大鳄鱼，工作人员用一台能力传输摄影像机器人对下水道进行探测，发现鳄鱼穴居在下水道中。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，纽约就流传着下水道存在巨型鳄鱼的都市传说，那些无故失踪的人传说都被留在下水道鳄鱼吃掉了。在1980年，一部根据该都市传说改编的科幻电影《下水道鳄鱼》上映，符合当时流行的氛围和血腥暴力场景，但该电影在当年大受欢迎，也让很多人对婴儿肮脏的下水道充满了恐惧。而在DC漫画《蝙蝠侠》系列中，大反派杀手鳄，也正是用下水道通气的方式大开杀戮。除了鳄鱼，在斯蒂芬金的作品《小丑鳄鱼》中，邪恶的小丑也是从下水道钻出来。而此次佛罗里达传说胜利发现，让很多当地市民都倒吸一口冷气。于是，工作人员介绍，在看出机器人之前，他们就觉察到下水道的东西，并看到一个发亮的光点，他们其实以为是蟾蜍，没想到竟然是一条万恶鳄。万恶鳄是美国最大的爬行动物，一条成年万恶鳄体长达到4.5米，重达400-500公斤，它能轻易咬断一个人的手臂。在佛罗里达，大约有130万条万鳄。然而，万恶鳄这次伤事件却鲜有发生。过去10年里，佛罗里达平均每年只会发生8起无关被鳄鱼咬伤需要就医的事件。最近的一起也是最严重的一起万恶袭击事件，发生于今年2月22日，一名85岁的老太太在佛罗里达皮亚斯堡的一个社区举行聚会，周边的狗食被一条3.0米长的万鳄拖入水中，最终老太太不幸身亡，而同伙活了下来。那条杀人鳄鱼也被鳄鱼猎人设陷阱捉住，实施了安乐死。在佛罗里达，有专业的鳄鱼猎人，通常如果一条万鳄长度超过1.2米，并且能带对人、宠物或财产构成威胁，人就可以联系有关部门，派遣专业人士来处理该万鳄。猎人通常会在陷阱或铁丝箱内放置诱饵，当万鳄咬住诱饵时，会触发陷阱，将鳄鱼困在里面。在捕捉到万鳄后，如果这条鳄鱼并未伤人，只是用潜在的威胁，鳄鱼猎人会将它转移到别的生活区的地方。那么，再回到新闻，这条下水道鳄鱼是怎么来的呢？据工作人员介绍，鳄鱼很可能是过去也是进入下水道，或者是被弃养的宠物鳄鱼。在佛罗里达和其他一些州，如果拥有2类个人宠物执照和相关许可，是可以将万鳄作为宠物饲养的。但是，万鳄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和掠食者，不可控制性大，作为宠物饲养并不提倡。在鳄鱼出没地区，应该远离河流、沼泽、湖泊或任何蓄水池，为宠物装上牵引绳。毕竟，用鳄鱼猎人的逻辑和力量来说，佛罗里达是一片大沼泽。